咱伫公里啦，调整好的桥，好的进行，咱的回家。今天花车就真的是很多，非常的多而且各式各样。是，像我们昨天我有看到我们的周叔公，是插的那个造型的回家，嘿，等一下应该会经过，他用花去展现周叔公，整个用花艺，对，那很特别哦，超特别，是的。其实类似哈，好像是把那个国外的那种嘉年华会跟咱传统别会结合在一起哈。这是在其实咱台湾的呀，这生活中重的老人，其实跟咱的嘉年华会赶快，像咱巴西，你嘛是离得热闹，伊咧叫叫做是彩街，是，而且咱咧讲这。